大家好，我是加州洛杉矶城县尔湾这边的公证员，我叫 Lucy 亮，中文名字叫妙小平，我是这边的公证员。我今天很高兴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公证业务。我平时做的比较多的是委托授权书、房屋买卖的过户公证，像 Grand Deed、Quit Claim Deed， 还有是贷款文件的公证，反正各式各样的需要用到公证的地方我都可以公证。像这种英文版本的文书或者中文版本的文书，您需要我见证你签字的都是可以公证。今天呢，着重还跟大家介绍一下三级认证。三级认证呢，它的意思呢就是说，您的授权委托书是中文版本的，在我这边做了公证之后呢，我呢帮你到州务卿做一个 apostille， 叫州务卿的认证。做完之后呢，再去洛杉矶中国大使馆做一个领事认证。只有这样做了三个步骤的认证之后呢，这个文书呢才可以拿到中国取用。那么您可以委托您的亲朋好友、家里的兄弟姐妹或者父母帮你处理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，像房屋买卖啊、银行账户啊，反正各种各样您都可以授权委托他人帮你处理。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，您可以联系我，我的电话是949-562-5043 949-562-5043。我的办公室呢在尔湾中文学校附近，您可以提前跟我预约。感谢您。